technology 呢，OK，M 杠呢，当然呢，我们卖多少钱呢？这个就是 retail price 6,620，6,620块。那这个价钱是ST501 的大概半倍，OK，那 K8 就是三分之一。那对很多人来讲，如果想要拿这个做是入门来做 Energic 的生意，非常非常好，OK，因为与其要拿十多千来投资一个生意，一个国际的生意呢，现在6,000多就可以了，啊，那6,000多还有一样东西更好的就是呢，还可以分期付款，24期，OK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拿来供2年，那每个月只需要花276块。Okay, 大概就是这样的价钱，那270多块除以30天，那一天到底是多少钱呢？那有一个这么好的产品，能够免除整家人受辐射侵袭，每一天只不过是少过10块钱，It's less than ₱10 a day for 1 MW for the whole family. OK，所以你问我真的是太值得了。OK，他真的是我非常喜欢，非常非常喜欢。那你问我，因为睡眠对我来讲非常重要，因为我睡眠的时间很短，因为很多工作。OK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那个气魄都不一样哦。好，那到底是怎么样呢？付钱呢？付钱方法就是可以一次过性，或者是可以用分期付款，当然也可以用 e-payment。然后呢，他当然也是 direct sale。如果是第一次来上来听的朋友呢，那这个呢，他是用 direct sale 的 model，也就是说，你一个人是可以，OK，介绍几多个朋友都没问题，OK，身边的人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直接销售。那但是如果，OK，如果今天那这个其中一个朋友用了非常好，那他又介绍其他的朋友。那这些就是叫做 indirect sales，这样子呢，那你的收入来源是在哪里？是不是只是你的直接销售 direct sales 才有呢？不是，而是直接销售加非直接销售 indirect sales 都有。你的总共的总收入就是你的整个 group under 你的收入，就是那些 sales 你都会有收入佣金，好吗？那怎样分呢？我们用八分佣金来算，OK？那6,620块这一台机呢，这样子呢，公司呢就会预了2,400块为佣金。那这2,400块，我们另外再分除八，就分为八份。那一分呢，就是大概300块，OK，300块。那300块一分，八分就是2,400。那怎样去收呢？怎样去赚这个钱呢？就是这样子的。如第一个 sales 和第二个 sales 每一个 M 杠你销售的，你就赚300块。One A，每个人从一 A 的经销商的那个 level 开始，那第三个销售呢开始呢，你就荣升去二 A，这样子呢，这个呢二 A 你就可以赚2分，2分就是2×300，这样子呢，这个 sales 呢你的 total income 呢就是600块，OK，直到第十个 sales。那到了第11个 sales onwards 呢，你就是3A 的那个经销商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赚三分。也就是说，从第11个 sales onwards 呢，每一个 sales 你赚900。到第21个 sales onwards，每一个 sales 你可以赚1,200，因为是四分嘛。OK，你算是4A 的经销商。这样子到了5A 的时候呢，每一个 sales 你是可以赚1,500。直到6A 就是101台的 sales onwards，你每一个 sales 可以赚1,800块6分。好，那可能这里会有一点模糊，你看了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是不是要自己很厉害卖到100台我才可以就上去6A 呢？啊，不是的，其实是这样，其实呢是累积性，你整个组织，OK，它都是累积性的。Say for example，第一个朋友你卖给他的是 Tom，OK，那。你的这个销售就是 1A 的销售，这样子你赚多少钱呢？你赚一分，一分就是300块。OK，那第二个人呢？你卖给 Alex，Alex 呢也是 1A，前面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销售都是 1A，这个也是300块。这个300块是你的佣金，我们没有分什么分数的，没有的，就是钱，
300块。OK，那第三个人你介绍给 Rose 呢，你就可以开成为你的二 A 的那个销售，这样子二 A 销售呢，你就可以赚600块。OK，2份，2×300，600。那如果 Tom 他用了，他非常喜欢，他也觉得诶，他想要做这个事业，因为可以帮到许多许多的人。他介绍给 Grace 这一台机，Grace 买 M Guard，你也是收入是300块，因为在 EA 下面呢，每一台机你就有 overriding 300块。那如果 Grace 介绍给 Polly 买这个 M Guard，你也是有的赚300块。阿德买 M Guard，你也有得赚300块。总之，在 EA 的线下面，每一个销售，任何一个人介绍，你都有得到一份，就是300块。OK，所以呢，你看黑色的圈是什么？就是你的 indirect sale。OK，你可能认识他，也可能不认识他们，但是只要他是从你的下面的 Tom、Alex 或者 Rose 带进来的，这些都是你的 sales。OK，你都有 overriding 的 income。那到第四个 direct 的这个呢，就叫做 Kim 呢。Kim 这一台机呢，你就可以赚600块，也是 2A。OK，但是如果 Kim 今天跟你讲，OK，我要跟你合作，OK，这个 M Guard 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很多人需要，那他就介绍了给阿里、阿布和阿尼啊，这样子呢，这三个人买 M Guard 呢，你的 overriding 的 income 呢也是2份，跟你卖给 Kim 一样，就是每一个 M Guard 的销售呢，你赚2份就是600块，OK，这样子，那。现在你整个 group 呢，你已经有10台机了，OK？你已经卖出去10台机，卖出去的十个你的 group sales 里面呢，其实只有4个蓝色的圈，就是你的直接销售，其他的6个都是你的 indirect sales，OK？那现在第11个人你遇到了 May 这个 sales 呢，就是你的 3A sales，也就是说这个 sales 你赚3分了，恭喜你，OK？你开始可以赚900块。3×300，900块，这样子。那如果阿妮继续去卖呢？去介绍给朋友呢？他卖给 Bryce，你到底赚多少钱？现在你已经是 3A 的经销商啦，OK？那 Bryce 进来，你是不是赚3分呢？不是的，因为 Bryce 呢是在你的 2A 线带下来的。这样子呢，你的 overriding of Bryce 的这个 sales，你还是依然是赚2分，就是600块。OK，这样子，阿妮继续介绍每一个朋友进来，under 这一条线的，你都有 overriding 2份，棒不棒？OK，非常棒哈。OK，那很多人是在想，哎，我要怎样去找到一个被动收入？你就要做这个生意。OK，这个生意只要你找到生意伙伴，你就会看到，其实你很多收入都是被动的。OK，好，那 John 如果带 Don 过来。OK，买 M 杆，你还会永无止境的这样子赚600块吗？那我们就要看公司讲8分，8分就是2400拿来分。这样子我们来看，John 介绍给 Don 这一台机，John 到底赚多少钱？Don 的第一个销售是 EA 的销售，John 就要赚一分，就是300块。那 Bob 就要赚2分，因为 John 是 Bob 的 2A。所以，John 下面卖的任何一个销售，他都要赚2份，就是600。那安妮当然也是跟 Bob 一样，OK，也是要赚2份，Kim 也要赚2份。那都讲了8份，拿出来分，这样子7分给了下面的8减1，就是还剩一，8减7还剩一。现在呢，你就这一个销售你是赚300块，你只是赚1分，你没有赚2份。那你问我，坦白讲，我觉得很好，都跑了那么远，我还是有的赚，不错，因为毕竟其实都跑了很多层，那些功劳都是由 John 啊这些人带进来，但是我还有的分，因为你就是在上游啊。OK，那 Dave 呢？Dave 呢也是赚300，OK，你也是赚300，但是到 Dan 的时候呢，John 就开始就。已经是提升上去，荣升为 2A，Bob 也是拿2份，那8份给了他们。这里我们叫做非直接销售，OK，就是说
非八分销售 （non-AA sales），因为已经超过了八分，你在上面，那非常公平的。其实这一个这样子的安排，这样子的这个 commission scheme 是非常公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Don、Dave 和 Dan 这些人进来呢，很肯定那个可能性非常大，你是不认识他们的，都是 John 他们带他们进来，这样子公司一定会先保护最下面的人先。那个佣金八分呢，一定要从下面分起，分到上面有剩才是你的，没有分得到也没关系，因为都是他们的功劳，你就在上面，其实你就 enjoy 那个被动收入。当然很可能就是你有的超过了六 A 过后，你有的那个教育分红呢，是公司奖励你身为一个领袖，有带到他们，有教导他们。OK，好，到你整个组织有20台的 sales 的时候呢，累积薪有二十呢，第21个你找到 Tony，Tony 这个 sales 就是你的4A sales，给、okay? 你就是这个MGUT 呢，你的佣金就是1200块。那直到你整个组织加起来有50台或者50个 sales，你遇到 Simon 这个 sales 就是你的5A sales，你就赚1500块。OK，直到100台机，你就赚6分，就是1800，好吗？OK，都非常直接。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个朋友是第一次进来，OK，是第一次进来这样子。如果是第一次进来的话，如果你听不懂，你是可以去问朋友一下，OK，介绍你进来听的朋友，可能可以一起出来见个面。OK，和你的朋友还有他的上司，然后做进一步的了解，好不好？那每一个星期一下午，我们在公司都有华语，OK，都有华语的这个 MGUT 的这个示范，还有这个 business plan，OK，星期一傍晚7点半，公司也是有华语的这个分享，所以请你们留意一下，如果有朋友真的是想要了解的话，要用华语来了解的话，你可以邀请他们来星期一的我们的那个 MGUT 的那个 presentation，好吗？OK。